新闻一开始还是要提醒您哦，最近天气真的很冷，但是还是别忘了要保持屋内的空气流通。花莲市中山路就有一间美容院哦，这个中午发生了一氧化碳中毒的意外，就是因为店家将瓦斯桶摆放在屋内，而70岁的婆婆当时在替客人洗头，当时老板娘也正好在替一名妇人烫头发，结果造成了屋内氧气燃烧殆尽，三个人都昏倒在地上了，幸好及早发现送医，三个人目前已经脱离险境。昏迷不醒，70岁的王老太太虚弱地躺在担架上。另外这名妇人意识清醒，但怎么也没想到，只是到美容院烫个头发，竟然会发生一氧化碳的中毒意外。还好。意外现场还弥漫一股浓浓的药水味，梳子、烫发工具散落一旁。当时70多岁的婆婆正在帮客人洗头，50岁的老板娘在替客人烫头发。疑似因为屋内窗户紧闭，瓦斯桶放置屋内，再加上烫发机器正在运作，氧气燃烧殆尽，一氧化碳弥漫仅仅6-7平的美容院，三人昏倒在地。那个在烫头发那个灯罩哈，还有就是里面空气的那个对流不好啊，因为天气冷，大家窗户都门窗都紧闭嘛。他睡啦，你来底啦，啊门关无开的款啦。我去讲，啊两个我直接昏倒啦，后头我叫两台救护车去安尼啦。看见三人昏迷不醒，老板娘的公公第一时间报警，幸好发现的早，三个人已经脱离险境。不过警方还是要提醒，尽管天气冷飕飕，为了生命安全，民众可得注意家中空气流通。中央新闻560高佩蓉花莲采访报道。